相信关注军事的朋友肯定听说过核动力航母以及核潜艇等战略武器。那么你听说过核动力的巡洋舰吗？你别说，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东西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上世纪苏联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期间，研发了不少的黑核技。由于当时的苏联放弃了核动力航母的发展，而美国却在背后建造了很多的核动力航母。